尾牙间周年庆，哈、哦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程序了，哈、哦。好，各位同学先注意这边一下，哈、哦。那我们还是一样，我们首先先请老师帮我们致辞，好不好？好，请老师。谢谢大家，你们的支持，谢谢。那我们就要勉励一下吧。勉励一下，因为都很好啊。本来只有礼拜五，下到礼拜三还有牧民一直在帮忙保足，还有几位，这边有马武吧，贵雅还道勇呀，好，我们谢谢他们。好，那我想应该新的一年会更好，希望大家更健康，跳得更开心。好，就这样，谢谢。你要跳起，你要跳起，要注意点管。哎，你们好，不要按了，要不然我来。不会跳。互相手牵手，这样会比较有感觉，手牵手，才比较不会跌倒哈。啊，对，你就来看手，伊就甲你看手，安尼看你就好了，来看这里哦，一二三 ，OK， 谢谢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组长，辛苦的组长。都没有时间练习，可是就硬着头皮站在前面让你们看，其实压力很大，说真的，哦，压力蛮大的。好，来，上来，老师。我刚刚要不要下来？老师，坐了要下来，老师。好，再，哎，你这样不平均啊，你过来一点，中间不平均，好，平均，这边，你过来，这个站不准，让老师过来，对，对的，菜。哦，好，这样子，这个可以，别来看这里哦，大同站，一二三，耶，最雅二，要不要夸？谢谢。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师，谢谢，谢谢三位。哦，你的脚在跟着阿妈，家是跟着阿妈，啊，我跟搞婚告婚孙呐，啊，你已经有孙子了。有啊，多的呀。哎，我们这边好多真的年轻阿嬷嘞，对，我这边好多人都要当阿嬷嘛。这里啊，一二三，谢谢。OK， 请老师看一下哈。谢谢啊。哇，干杯了，我滚进来了。好，干杯了，干杯了。犯傻啦！等一下，怎么办？你帮我主持，我的干杯。我已经干完了。干杯。老师是哥们。哦，能干。来，看这里啊。一二三。OK。Oh!
老师、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好，我们是碧波恋八步台艺大师班舞台艺鞠躬。有一个秘密组织悄悄的形成了、形成了、这一个秘密组织有一个首脑人物、那就是双双老师。他带领着大家一起跳排舞。跳排舞让我永远不要